够歪哦，这个龙虾也是活的。哇！哇！Soldier boy, tell me. Hey, I got this new name for y'all called the Soldier boy. Just gotta punch, then crank back three times from left to right. Soldier boy, baby, oh. Why me crank it, why me roll? Why me crank that Soldier boy, that Superman, that oh. Hello. 这还是很吵哎。今天我们到新庄要来吃一个很屌的海鲜，不要问我为什么讲那么快，因为这个马路边太吵了，我直接给你看影片，进影片。哇，这个歪哦，这个龙虾也是活的。哇，哈哈哈哈，哦，这是豆腐哦。哇，好酷哦！它煮一煮会凝固呀。没有那个吗？哦。老板都把最好的藏在底下，你捞一下。那什么？它是整颗的。哎呀，你少来这一套了！你每次都把最大的鱼丸藏在下面，你以为我不知道？嘿，找到喽！红色的整颗蛋呢？你这里面的料也太多了吧？等一下被挖一挖跑出一个卤肉饭，不要瞎掰好吗？来，我先吃这个，很酷耶！我第一次看到骰子牛是丢到这个海鲜汤里面去煮的，哎，好喝，很嫩，它不是不会，我本来以为肉是硬的，它不是，哇，好嫩。韩国鱼板，好像会出事哈、哦。韩国鱼板，他说是沾这个韩式辣酱。它那个汤都是那个海鲜，那个就是韩国的那种味噌辣酱汤，加这个海鲜，哦，超鲜的，超大牛奶葛，来吃吃看，兄，哎呀，你还是没有学到佛印的精髓啊，嘴已经能够承受100度的高温，很甜哦，超大颗的。你这是什么蛋菜啊？这是孔雀的。哦，九孔，是。吸一下，为什么有点猥亵的感觉？起来吧，虾，这真是虾界的长臂猿。哎，老板帮我们把这当 police 带去处理了。他就算捞起来，我觉得里面还是很多料。这很厚哎，超厚的，完全没腥味，而且为什么吃起来感觉有点像鲍鱼？我没有夸张，等下你可以试试看，超好吃，超香的。来，我们的韩国生花枝，来生吞花枝，它进去里面还会攀住你的气管，并没有，然后一直黏那样转那样转，哦，是没有吸盘的 ，OK OK。哎，还有假块买。你刚才刚进去就开始讲了，特别的，他这个韩国豆腐，我这个人最喜欢吃豆腐了哦，有韩国的味道，还有一种韩味。哎，我们能来了，拍一下 ，Sit down please， 已经不见了，我那个袄已经不见了。哇哦，先把肉拔出来吧。这位自己一个人把龙虾全部吃完了，你妈在旁边看你，她很火。你别印老爸在你后面当兵长。哈哈哈哈哈哈！他每一只泰国虾都超大，哇，拳头哎，跟拳头砂锅大的一样。人参鸡，插下去应该就化了吧？化苦绵掌，哇！哎、欸，里面还有糯米耶！表演，我们来表演吃骨头。等等，吃下去就化掉了，哇！
超真男人，真男人吃苦。他有自己的笑场了，这个把他当幕后花絮。我现在讲话要大声一点，马路旁边的车子超级吵的，是吃到好吃的，他都会露出一副两秒的淫荡的表情。